解说将由我王涛和我的老搭档苏东为大家带来。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法国女足。今天主场作战，他们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，因为他们上一场的小组揭幕战结果就并不理想。边路有空当，所以能够找到的空当也更多。这是玛丽卡托托，传中球被对方后卫堵截了，骗得有点远啊。娄佳慧，他把危机化解于无形。梅尔文马拉赫，他会怎么把握这次机会呢？单刀球啊，也过不了他的十指关啊！啊，今天简直是无所不能！哎，王霜，球被他们拦了下来。梅尔维纳马拉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看这脚射门，防守队员在射门路线上飞身堵枪眼，艺高人胆大，奔放禁区里成功断球啊！身边有队友在要球啊，看看怎么处理。这个球啊，看起来有机会。咱们率先攻破对方大门。再来看一下回放，非常默契的配合，二过一的传跑恰到好处，最后这脚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娄佳慧，他这球能进吗？好球，对手估计还沉浸在进球的喜悦中呢，他们很快就把比分扳平了。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这次精彩的二过一配合，最后是打门这一下，四两拨千斤的推射真是漂亮。目前双方是1-1打平。格拉斯格尤罗攻入了对方半场，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？漂亮的 Tiki Taka，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。好的，他们再度取得了领先。再来看一下进球的全过程，一个简单的撞墙配合创造出了机会，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，拿到这机会啊，当然是不会错过的。比分被改写成了2-1，裁判看到了犯规，但是示意比赛继续。黄珊珊，张鑫把球送到了禁区，防守队员截下了这个威胁球啊。托托，马拉赫拿球，球是他们的了。传给了王珊珊，这球该有了。双方是你来我往，对方刚刚取得领先，他们马上就扳平比分了。这脚直塞球值得我们通过回放一看再看，紧跟着一脚势大力沉的打门，门将完全没有机会。双方暂时打成2-2平。
好的，抢到球了，艾伦怀特，在自家禁区重新拿到了球权，反击机会来了，这里可以尝试突破了，又来了，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再加一城，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了。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，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，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，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，真是好球啊。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-2。这是卡迪迪亚图迪亚尼，非常漂亮的穿越球，依然是进攻方的机会。哎，在前场完成了抢断，卡迪迪亚图迪亚尼，卡托托，危险还没有解除，啊，现在解除了，这边裁把旗子一举，这危险就解除了。张鑫，他努力的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。绝佳的反击机会，到了他表现的时候了，可惜了，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，对方的球门球。这脚传球瞄准的是对手吧，进攻到了前场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好机会，这是门将的个人表演，直接开到了禁区里，这是传球失误了吗？进攻方啊，只能是从头再来了。这球打得非常刁钻，门将飞身将球拖出横梁，角球，看看他们会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啊。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附近去了，被防守方抢到点，起脚射门，球直接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被挡了出来。上半场战罢，比赛进入中场休息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开球的一方换成了法国女足，漂亮的防守重新铲回了球权，杀到对方腹地啊，我还以为啊这次进攻可以成功，没想到被对手断球了。反击的时候到了，看看他们能否将反击转化为进球，绝佳的机会，一次精彩的扑救，卡迪迪亚图迪亚尼断掉了对手的传球，王双成功带球突破防守队员，太棒了，打中门柱弹回来了，算是成功的解围了。裁判啊还在观察双方的动作啊，没水停，给了有力，手术刀般精准的直塞啊，很有威胁的一脚球啊，就差了那么一点儿。继续这么踢下去的话，他们应该能进球的。哎，裁判出示黄牌，示意球员犯规。我倒觉得防守队员好像也接受这张黄牌。嗯。王珊珊，他们熟练的倒脚真是精彩啊！直接打门，哇、哦！
这个球应该没有太大难度吧？教练现在应该是最失望的人，两个球的优势可比一个球要保险的多呀。是啊，格拉斯格尤罗，巴沙拿球，德尔菲纳卡斯卡里诺，肯扎达利，球被门将挡在了门外。张鑫，王珊珊一次成功的抢断，终结了对手的进攻，来到对方腹地了，有没有机会？什么？这个扑救太精彩了！卡托托，塞尔马巴沙。漂亮的过顶挑传，好机会，门将还是扑到了一下。这次封堵啊，太漂亮了，防止队员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。球门后面的球迷都已经准备庆祝了，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。是，这也能扑出去的吗？这个门将无敌了。对手现在很疑惑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击败这个门将呢？就是啊，慢慢组织，别着急。球出底线了，送给对方一个球门球。张鑫，王珊珊，起脚打门啦！机会其实还可以啊，可惜没进。踢球啊，其实有时候就得像他们一样，不断的寻找机会，创造机会。卡托托，达利，来看一下他们这次进攻。大多的机会，对门将来说这完全没有难度啊。他没有将球传出去，选择了继续自己朝前盘带，可以打门了。上墙很及时，破坏了对手的射门机会，球门暂时安全了。边线球，机会啊！观众都在喊射门啊！他是今天毫无争议的关键先生，也是帽子戏法先生啊！今天这个状态是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哎，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。没错，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。是，目前的比分是4-2，距离常规时间结束只有15分钟了。内切才是他的选择。卡迪迪亚托迪亚尼被干扰了一下，改变了方向。门将专注力很高啊，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做出人员的调整，直接把球罚到了禁区里，暂时没什么危险。这是卡迪迪亚图迪亚尼，身边有队友在要球啊，看看怎么处理。面对空门，这球妥妥的。比赛只是快要结束了，还没有结束。既然他们能进这一个球，他们就有机会再进一个。这种打空门的机会，他是不会放过的。没错，抓住对方漏洞，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，非常漂亮。比分被改写成了4-3。球传出了边线，接外球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他们熟练的倒脚真是精彩啊，皮球应声入网，
他自信满满，带着脚下的球如入无人之境啊，彩蝶穿花，非常灵动，不愧是职业球员呐。对，比分被改写成了5-3。卡图托，这球过去了。这种球啊，门将扑起来完全没难度。王珊珊，这球看接下来怎么打。守门员如临大敌，没想到啊，却是对面送了个大礼。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要补时2分钟啊。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。打力，中场哨声响起。